白松露油，橄榄油是上面那一层吗？应该是吧，就超多的。它长得像橄榄油，所以看起来像什么化妆水，油油蓝蓝白白的那个，它就会长泡泡啊。这是那个神奇那个万圣节的那个雪球，就现在放在餐桌上的那一个，看起来像那个碎掉的水晶宝宝。太伤心了，它直接炸烂了。